挖坑的时候再来更换代打，球衣背后98号高柏林一样在邀请全场韩江家人再次站起来为韩江来加油，一起来捍卫我们的全部武装。
向飞球遭到了击杀出局。当然，中间比结束了不班将在七局下半进攻，不过这一局再得一分，目前比数八比零，带领先卫全龙队。要非常谢谢辛苦音乐团队 Travis 以及副帮 Angels， 还有所有家人的喜爱的音乐，谢谢。再把时间交给悍将贺浩源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悍将裁判员 Kevin。 我们的萝莉光荣历程展示区展出时间准备进入倒数阶段了。如果你看到这段影片你还没有去看过的，赶快移动你的脚步到我们二楼三连胜光荣历程展示区。如果你已经看过了呢，也再一次邀请你一起来回味萝莉的光荣时刻，里面展出了相当多的球衣，还有你的奖杯，还有所有的萝莉光荣时刻。讲了这么多，赶快移动你的脚步，一起去回忆萝莉的传奇。还有呢，今天的赛事结束之后呢，下礼拜开始会有一连串的客场比赛，邀请大家跟着客场，跟着悍将一起到客场的比赛，为悍将加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